我也当时我也懵了，当时啊，就反正就在那最右边那道上，然后说是姓什么，可能说当时120，没想到说他是，因为以前没遇到过，没想到他是说冲着过来了，告诉你行，可能是应急反应吧，然后说是把那调整的车道，然后后来才知道吓得慌，我朋友呢肯定坏事了，俺同事还在睡觉。是就感觉当时就感觉捡回一条命了。我们是后来说了，就到宝鸡服务区嘛，到宝鸡服务区，然后可能过了，我看评论区啊，可能过了7秒，那个车就出车祸了，就是遵守交规，正常安全驾驶。